老师，我已经把方向变过去了，然后下面的这个我也按照那个它那个比例下去把它调整到一，零到一，然后是这两边的轴的名称，就是描述需要再改一下。没关系，我再跟你讲一下。好好，那老师要需要改。问是这个为什么会这么高？是哪一个？这里，是因为你移的距离正好。上面那一层都在下面那一层的上面吗？这我没注意它的那个 data， 这我可能要再比一下。对，是因为你移到这个距离的时候，正好上面那一层就在下面那一层，原子正好对到它上面，是不是？还是最大？有可能，我看一下。好像是这样，对对。这两层是怎么把它分出来的？我是利用那个 X 那个 Z row， 就是它 Lamps 好像有一个那个可以选 Z 的最高点和 Z 的最低点，然后相减之后除以二，然后这边就是中间那一层，然后从这边开始分。对，然后它就开始。然后我就慢慢调它移动的那个步数，然后就一直去找那个怎么在哪一个步数的时候可以画出比较好看的那个图，这样子对，然后对，OK， 所以那个能量最高点是正好上面那一层，对，好像是他们。这边才是两个原子重叠在一起，可是这样子的话，它是那个 R 的，然后再变 对变成这样子的时候，那 R 的话就是能量最高的那些点吗？我确认一下，第十四步。16168。它好像是，等一下，14168，有没有？它大概在这边，然后它慢慢的变到这里，这可能要。我等一下比较仔细一点去对啊。OK， 那它那个降下来那一点，是降下来那一点。对，那这一点它是长怎么样？我看一下。有。15，0到15，16，对，对，
所以现这边的话是变成什么结构嘛？变成 train 的结构啊？它 other 里面包含很多，这我可能要查一下。好，没关系，那你帮我。还需要把那个峰值最高的那个图抓出来吗？和最低。好啊，可以啊。好，那就把，那我。对，然后还有这个 Stacking Board 的我们怎么做的示意图，要画一下。就是类似那个之前有那种图。对，比如说刚刚你那个 Word 上面贴。看一下。对，那我们，对，下面。示意图这个，比如说贴一个 A， 然后 B、C 是这两个。好。然后这个比较低的点，看是不是就直接画在这个上面。画在上面吗？比较低的。啊，帮你先分开画好了。好。就是说这个顶点，然后这个低点，然后这个上面。好，那也要，然后人家看那个 Stacking for Energy 好是不是不是看这个，是看这个吗？还是这一个？他是看这两个，这两个他好像可以算一个值，就是，之前有一篇，我找一下那篇 paper， 而且他们有一个专有的名称嘛？对，有。我可能要来复习一下，嘿。有啥？有啥？有啥可以？看这篇。对，我当初在计算这个数值的时候，也是他把。它这边的话是 R 的 USF 除上 R 的这个 SF， 然后它就会等于这个 RS， 也没有，对，它就会等于这个值，下面这个值，然后它就是把，然后我看它的，我忘记哪个是 RS UF 了，然后它就是把这边的峰值，然后好像除以这边的，然后对，然后它就变成这个值，对 ，OK， 所以 Stacking for Energy 应该是第一个小 peak 的上面。应该是这样，对。就是说，你必须要超过那个，才开始会有 stacking board 的产生。对。OK。那个值我会把它算出来。第二个 peak 会有什么物理现象？第二个 peak。我知道，我找一下。好，那我来，我再研究一下。这第二个 peak 我就没有。算的那么详细，然后我再去看一下那个。有些地方要你们帮忙。好。找一下。好。然后，然后说上一次的这个，我已经把它放好了。对。然后这边的话，它这个 green 就是代表这个线，然后这个 SEG 的话是它的这个 green 有几条，然后下面的话就是 other 的总数，然后这个的话都可以在那个这边有一个 DXA。然后它其实它产生的时候标方向嘛，是不是 dislocation， 它好像标那个 dislocation 的 line 的这个方向，好像我这个方向，说实在人可能很难直接反映它的空间是怎么样标成这样啊，每一个金属每一个 crystal 的结构，比如说 BCC、FCC、HCP， 它都有固定的这个。那 orbital 它好处就是把它弄出来了。对。那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之前没有把它标上去，就帮我标一下。然后说把这个 Shockley 这些也把它打清楚一点吗？就前面这个。哦，好。那这个就是照着这个打上去就好了吗？对。好，了解。那我再改一下，然后刚刚那个数值它会在这边显示，就是它这边
会显示说它有几条，然后它是属于什么？对，属于哪一个那个 dislocation 的这样？对，那 density 的图有没有画出来 ？density 是这个 dislocation density， 横轴是 strength， 然后 density 的变化。我不知道，有吗？是这个吗？正在做吗？对，问字要帮我画一下，横轴是 strength， 然后纵轴是这个 dislocation density。所谓 dislocation density 是 dislocation line 的长度除上体积，也就是说单位体积的这个材料里面有多少 dislocation。哼，那如果越多的话，表示这个材料会比较弹性变形，比较可以支撑比较大的 stress， 是因为它 dislocation line 彼此互相牵制，不让它再继续发生 dislocation。嗯，好。Orbital 的好处就是它都帮我们弄出来。哦，所以它里面其实有一个功能可以直接画出这个曲线嘛？你看到这个视窗界面显示的数值都可以 export 出去嘛？其实可以。你说你这些数值啊？就是它可以直接用那个 Discord， 然后直接用数据档。对，就是文字档嘛。对。或它好像它好像有一个那个 Orbital 的 Python。对。好。可以直接弄出去。对，那弄出去的是长度嘛？没有帮你把 Dislocation Density 弄好，是不是？弄出去的是长度，没有长。那因为这个，那体积有办法，也是可以，就是水流不出上。那就要经过稍微一下后处理，因为体积是变化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那个图是加在处理，我们那个图是加在处理，就是插板。哪一个图？就是 dislocation 所以那个应变变化，就是长度加在处理。看一下，你说我们的 Peter 吗？对，还是直接用长度的变化？长度变化，但是没有体积啊。是那个对 ，Orbital 不是有一个功能叫做 Mesh 吗 ？Mesh， 它 Mesh 完就会把包在这个 Mesh 里面的体积也弄出来嘛。对，然后好像就可以 export。对，那就是体积变化也找到了嘛，然后 dislocation line 的成长也找到了，然后后处理就把它们相除啊，就单位体积的 dislocation line 到底有多少？那我来，好，抽上来，也是的。还有怀瑾，你之前。昨天秀给我看，它那个白白的一个区域，那个是什么物理意义啊？我还没查到，因为今年好像那个就是它就是一个经验比较高的。哎、欸，相关资料你找一下。哦，好。对，这些我们以前都没学过，都要靠你们帮忙一下。好。它里面算应该很复杂、啊，但是我们不用管它怎么算的，只要知道它的。代表物理意义是什么就好了。好，那再去研究一下。那 对，还有一件事，那个轴的 scale 要把文字重新画一下。是哪一个？你看一下这个 stretch 跟 strength， 这是通常我们上下轴。嗯。比如说这边零到多少？二十几。然后这边零到多少？嗯。下面那一张同样的东西，这个要用一样的上下限。哦，就是这边是零到十四的话，我下面也要用零到十四。对对对对，因为这是同样的东西，人家在看。比如说你这个东西跑得这么高，那下面那张那么低，人家就会觉得这个比较强，下面比较弱。可是，一看这个 scale 不一样，
比如说这边零到十，下面那张是零到一百，是，然后下面那个图比这个轴比较低，它这个比较高，那人家就会误会啊，以为下面那个比较弱啊，但是其实它的上最大值是比较大，对，对，通常我们在画这个科技的这种图表，同样的东西，它的上下限要取一样。好，那我只要把下面这张下面 X 轴那边乘上十就好了吗？什么意思？不是，老板，你看一下这边的最小值是零嘛，然后这边是最大二十几嘛？是十四哦。十四。对，那上面那个好像比较大。上面这个。25到25，对，下面那一张也要从0到25，然后这边的 strength， 这边是0点，看这边是到多少，所以下面那一张也要把它改成这样的。哦，好，然后我都是照着 Y 轴的去调整吗？什么意思？我都是照，就是这个 Y 轴是0到25，所以我 X 轴也调到0到25吗？不是 X 轴是 strength 呢，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呢。我的意思说，这一张是从零到零点，你说这边啊除以对，还是成这图是成均化的。嗯。哦，我知道了。好。对，所以这边是你变数的变化。嗯。啊，这边是变数反映出来的行为。你这边的范围跟这边的范围，跟用下面那一张要取一样。不然人家在看我们的资料的时候，还要去反映这个 scale 的长大小。嗯。所以就是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的 x 轴要是 x 轴的范围 ，y 轴的范围要稍微是一样的。哎，好。那我就是把就是说，我们通常画图哦，不会画这样的线，上面会。一些 symbol， 嗯，比如说你打点啊，还是什么，嗯，好，了解。然后，就是还少一个要标 stress 哦 ，stress， 好，你不然人家看不清楚哪一个到底是 stress 哦。好，了解。然后我这有在调整，是不是要改一下它的名称？要改 stress 吧。然后再加一个那个每一条线，再加一个它点的图形，这样。对对对。好，了解。然后，所以这边的话，它是25的话，我下面这边的范围 ，Y 轴也要调到25，对不对？对对对。好。然后 X 轴也要是一样的嘛？对。好，那就是也到一样到，就是取两张图里面比较大的那个。对对对。好，了解。所以第二张图我也把它调到0.14这边。对对对。是哦。好，了解。那这里我再去看人家怎么改。好，那你就拿到Python code，因为那个陈军好像有留下Python code，还是对这个的Python code。他没有这个，就是他有印地的Python，他没有这个需要，可是就是自己在用。哦，好，再去我再研究一下。对，那经过好几代了，对吧？麻烦问你帮忙一下。好。那这个我再去调整一下。那目前这里的话就先这样子。对，好。接下来的话，接下来要干嘛？然后我是上就是之前问，这不是报好几篇成智大学那个杨勇吗？其实你在设计高商合金吗？对。啊，高商陶瓷最近跟中研院合作，就是实验室不是有一位。毕业的博士班坐轮椅的，你们有没有看过？没有看过。他在那个地方当博后，他们高商合金结合分子模拟，然后还有一个实验团队发了一篇 Nature 还是 Science 吧，最近设计好像是设计出来的高商合金是现在合金金属里面最坚硬的材料。哦，我好像那篇我好像有。就好像是最近才发的嘛，二月份，然后那天要前几天我才看到那个网络上在推播他们的那个材料，那天好像要前，所以我没有下载下来。
有一个 Science Hub， 你知道吗？ Science Hub， 不晓得我被关那个老师。Science Hub 就是他认为知识是应该共享的，所以有些志愿者有定的，他就把他的账号弄到他的 server 里面。没有，上次也没有，还没有被关。那我再去找看能不能把它 download 下来。好，那一天我好，那你就再看一下。然后上一位老师有跟我说，就是要看一下那个我们的脚本到底为什么跟他的脚本比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然后为什么我们不能跑这样。然后最后我去调整一下我们的脚本，然后把这句话删掉就可以了。就是那个他们的 input JSON 里面都没有这一句，这一句我会报。我没有注意它是什么，可是我把这句删掉。这个 decay rate， 对，因为他们的问这些猫在 Lamps 里面 run 过 minimize， 它最后停止，它有没有？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资讯，什么 alpha 很接近零？嗯，有没有看过这个东西？我好像没有注意到。什么什么同学有看过？什么阿法等于零，所以它不能再往前增改变位置了。嗯。那个 decay rate 就类似这种东西嘞。可是他们的脚本里面都没有这一句话，而且我如果在他们的脚。要让他们的那个 set 的话，然后我在我们的脚本放这一句话，我们的脚本就不能跑。然后可是我把那一句话删掉，我们的脚本就可以跑了。然后不删掉的话，它会一直显示说这一句话它并没有这个模组这样子。对。然后现在我就把我们来看一下，好，是直接 run 看原本的脚本这样子。对，你可以 run 的脚本，然后把这句话加上去。好。跳帧。你问是你 download 到那篇 paper， 让我看一下。download 的，就是 Nature 那一篇。好，我如果有找到那一篇，我猜应该是。那他们应该最关键的是那个东西被生产出来。实验加设计。我不确定是不是那一篇，可是这一篇最近还蛮，我是看他高成伟啊，那我不知道，我没有出去看。那就你再找一下，是高商合金哦，不是陶瓷哦。啊，哦，那应该不是这一篇。我找的是这个，是这个吗？包成尾。不是这篇吗？是。哦，所以不是这篇，是高包成尾。你可以打一下包。这位，对，这个，还在正博士高，
这位吗？对对对。哦，然后再找一下他的 paper 的，包包。再慢慢找。好好，我再找一下看，是最新的吗？好，我前几天看到新闻，不知道是最近还是什么时候，可能中研院发的新闻稿。好。哎，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啊，我不知道，有人侵入你的电脑啊。应该不是了。哎，重新关机啊，关这个，关掉。关。哦，195现在怀廷准是在用吗？嗯。啊，195会不会有断掉的问题？会。OK， 就是重新开机都不会有。对，都不会有。因为有漏漏的一好像怪怪。然后我是把它关起来，就是没有把它开起来。怪怪的。上次用怪怪，然后我就是还没开。那他那个是 standOS 八还是七？当初是陈军自己读。他是用八。有吧？想到工具设定有 Billy Ben， 啊，可是好像都设定差不多。对，他是陈军，他是把它弄起来了，只是可能还没有用到最大的。对，我但是我没有空，因为弄好之后，以后我们的 QE 全部都用那个 Billy Ben 来算了，不要占161了。内部的传输应该不会这样，就你说当漏下来吗？是，我是说是那个，就是比如说我跟朋友在网上算东西，然后之后就我可能在这个算东西，然后可能在网上算东西，算出来就是奥普的超级倍，就什么意思？就是我要。但他可能要，就是可能我十分钟都会熬不出来，类似这样。但是他可能 server 我算的，时间可能会到20分钟甚至30分钟这样。server 太慢了。啊，就是 server 好像比你慢。对。就是做很慢。对。你说算的速度哦。对。可能吗？那个 server 好像很旧没、欸、，server 只有那个 server 是什么？对，那个 server 就是761几兆，对，因为它的 code 只有8个啊，应该是比较旧的电脑啊。好像它是161的白色，19的白色换的，但是它好像是。老师，我可以关机，然后你等我一下。好。不然这样好像。没有，好像也是，反正。